只要28块，对，半桶的时间，
这样走过去回家了。
小心台阶，注意安全，大家慢慢往上走，里面的可以抬高。小心台阶，注意安全，大家慢慢往上走，里面的可以抬高。
地方，然后你开车的，到时候我们俩也有个模式去做接机。
着招牌冷吃素美食牛肉、麻辣自烧火锅底料、辣油辣酱，三个前辈师师品尝，包邮到家。到成都特色招牌冷吃素美食牛肉。
这是一个。我跟他说了，我说我明天早上走，我说太远了。
Thank you.
把四号五把七号小孩的他现在不是青年人嘛，青年人我想让小手下估计是你看不行他说是不是去我就做个情况那不是我怎么是不了我以后再拿了西餐西餐温暖的那和你那个可以按摩嘛因为我专门按摩的还有Thank you.
超级就要一百多。我还带着宽窄箱子，我没啥好认的。说话呀，录着风景。你买过吧？没关的嘛。关的还是软的？关的。哈哈哈哈哈！大家打住啊！你说是不是？我嘛，那楼梯上嘛，另外找事儿。我有个啥看的？Thank you.
吃的。耶。Thank you.